Hey, 大家好，我是吴凡，正是长城广州的 ECT， 这样也很高兴可以来到这个龙喜当评委。对啊。所以感受呢是我觉得这次评委的组合是蛮好玩的，因为我们可能大家的背景啊、年纪啊都差不多啊，比较年轻，所以呢，品味啊跟节奏感是蛮好。这样反而我是觉得作品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评都是平面跟户外类，很坦白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整体作品，还是比较传统，不是对我来讲不是很兴奋。唯一还有一个问题是，我觉得国内我们的作品还是执行的能力还是比较，执行的效果还是比较差，而且讲故事的能力还是比较欠缺的，所以反而我们昨天有一个很兴奋的点，就是我们在评广播类，就是 radio ad 的时候是很兴奋，因为反破归真，就是回去一个最基本，就是讲故事、讲概念，很简单的情况出来的效果蛮好，所以我也希望再来的时间，我们会再评到一件有趣、更好玩的一些作品。谢谢。